Welcome to Istanbul。现在时间有点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船快要开了，我们要搭船游博斯普鲁斯海峡。进到蓝色清真寺里头，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。尽管这生意有点嘈杂，当你进到这样的一个场域里头的时候，你的内心却是平静的。 伊斯坦布尔有个猫公园，爱猫人士呢都会专门去参观一下，看一下。12月24号星期天晚间9点，请锁定未来娱乐台，跟着我一起去打卡。